这都分批来的，这边也是，这是两高手。慢点啊，这沙容易陷。上脸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静。谢谢你。上沿，上沿。快快快，这个大了，这个大了。这出来。这豆芽。又是个豆芽。豆芽。这个豆芽。你看这个啥情况？不知道半天没反应。这个没反应了。压死我了。海豆芽，这个不行，走，不能让你跑了。来来，我卡着了，你拽着了吗？你放。出来了。这个也挺大的，这个
钩了。好玩儿啊！那你挖的时候，它有半径，就是啊，它有半径，这个这么深浅。你挖的就是，你在底下，在底下挖的不是去年冬天挖的。这底下可不就是这底下是跳上什么啥？对对对。挖好多，去年。真的。挖不少。我挖一千多的，我挖船时候都八起了。是吧？有这个。但是去年秋天就在那地哈，晚上啊，就是水的时候，它都是水洞。是吗？这个、是、肯定是。没水也不行。没事。温度高。哎。沙太硬了，这个。哎，抓着没？可能性不大，那就走吧。标准这个，我们把整片沙先穿遍了。先找一下啊，大概哪一坨有？不需要用水吧？给他来点水呗。在那边盐吧，那不是盐，上车。抓着。你这有盐，非得让我用手。就是个高手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妮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再见。